爆浆的黄蚬子，呆萌的皮皮虾，挑动你的舌尖，刺激你的味蕾。时尚大转盘，史上最华丽的海鲜大餐，盛装登场，起航了！夏大厨出其不意，首次挑战做川菜，将麻辣进行到底，豪气冲天。好大厨以小博大，自创无油汤锅，将惊喜不断升级。一滴油没有了川菜，麻辣鲜爽，吃海鲜美味新旅程。挑选、烹饪、做海鲜妙招一箩筐，一瓶神奇的水，轻松化解痛风烦恼。这水究竟是什么？时尚大转盘，海鲜大会，吃起来，带你到丹东吃海鲜吧。在这炎热的夏天啊，除了大排档里撸串喝啤酒，最应景最合季节的美食非海鲜莫属了。先来条鱼，撒上各类贝壳，码好虾，摆满蟹，再来点扇贝、鲍鱼，铺上一层小龙虾，再铺一层皮皮虾。如果十几个朋友聚在一起，来这么一大盘海鲜，那可是既热闹又划算。这场面恐怕光看着都流口水了吧。但是这一船啊，他可要派上大用场呢。要求本期时尚大转盘给大家做一道华丽的海鲜大餐，对，就是这一船，一道菜教会您十多种海鲜的烹饪方法，同时让您大饱口福，一次吃个够，一次过足瘾。今天咱们时尚大转盘，海鲜大会怎么样？各位看看咱们家的海鲜，上菜喽！看这大螃蟹可张牙舞爪哎！你们这多少个也不如我这一个大呀！正宗的辽宁丹东海鲜，你看这个个又肥又鲜哈！你看这大黄蚬子，多肥呀！你看，不是你能不能说肥的时候不在我脸旁边比划着你？因为我还得提醒我们电视店的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海鲜来开会，海鲜大会，对，吃海鲜难免要配酱油，所以本栏目由千和酱油冠名播出。这个季节在海边来顿小烧烤，烤的还全都是海鲜，嘿，绝了！哈喇子都快出来了，想不想去看？太想了！时尚猎人现在出发。红彤彤的炭火，黄灿灿的贝壳，热腾腾的汁水，挑动着每个人的味蕾。在这海鲜大排档中，有一样几乎是桌桌必备呀。最主要的是，不管男女老少，这吃相啊，看着就带劲儿。我一顿能吃100多个吧。一顿吃100多个，透肥透肥的滋鲜，顿顿都吃。什么？顿顿都吃，顿顿都吃，对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太肥了。这烤架上咕嘟咕嘟冒泡的不是别的，正是咱们丹东老百姓的心头好——黄蚬子。黄蚬子一直是丹东东港水产业的传统主捞品种，在当地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黄蚬子那可都是他们的骄傲。一天能拉10万，你能卖出去吗？哎呀妈，都不凑门，老了都来抢了腰，全国各地的人都爱吃俺们东港的大黄蚬呢，俺们东港大黄蚬呢都有名的，透肥透肥老肥了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想要捕捞到它可得跟时间赛跑。这不，凌晨4点，当地渔民于长路就乘船出海，到了一片滩涂上，这里就埋着我们要找的宝贝。只是于大哥说了，潮汐可是不等人的，咱们得抓紧捕，不然2个小时以后啊，这片滩涂可就看不见了。什么？2个小时？记者心急的赶紧踏进了滩涂里，只是这才刚迈开腿啊，麻烦就来了。快帮我一下！我来了。
没事没事，我能。哎呀，一直没起来，站不起来了。就这么被背着硬拖出泥潭，如此尴尬的采访还是头一回呀、啊。可是就纳闷了，于大哥为什么就能健步如飞呢？好，你安全。您这体重也不轻哈、啊，得有240斤。240斤，矮的俩我。对。如果像这个走的也得快走，快走，哎，我走太慢了，走太慢了，陷进去了。这本来就只有2个小时，陷到泥里就折腾了半个钟头。可是这放眼望去，黄蚬子到底在哪儿呢？别着急，咱先了解一下它的生存习性。涨潮的时候，黄蚬子就浮在水面；落潮时，黄蚬子一般在距离滩涂表面4到5厘米的位置生活。因为这里的浮游生物聚集最多，营养也最丰富。这眼看又过去半个小时了，再不抓紧，海水可就涨潮了。别着急，想要捕黄蚬子呀，还得有一样特殊的工具才行。这叫什么名字？蚬耙子。耙子？对对对。这工具也太简陋了吧，一根木棍，几根铁丝，就成捕捞神器了。您可别小看这普普通通的蚬耙子，它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虽然每次捕捞都时间紧迫，可对于当地人来说呀，还就是这看似最简陋最原始的蚬耙子才好用呢。眼看着海水就要涨起来了，于大哥，我说咱们还是赶紧捕吧。90度，哎，90度，哎，尺下去，尺下去，哎，来一个，来俩。哎，这个就是黄蚬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人走到滩涂上说，蚬子是有感应，直接就喝死，喝死它里边就不用上。在吐大过程中，它有那样能吐出来，有的吐不出来。于大哥说，黄蚬子的寿命只有3年，而生长到2年的时候，口感才最好。那这要如何判断呢？您看好了，这蚬子的年龄啊，可都写在蚬壳上呢。它有生长周期，来，你看这个壳特别明显啊，只有一道印儿。对，这一道印儿。这是它的第一年的印儿，对，是这道印儿，对。然后这是它的第二年的印儿，对，是这道印儿，对。等于这个蚬子其实已经是2年多一点了，对，2年多一点。短短的2个小时，刚刚那一大片滩涂已经几乎被海水淹没了。涨潮了，收工了。渔民们习惯了每天与潮汐赛跑，他们说，只有这样人工抢出来的黄蚬子才最新鲜、最地道。回到大船上，于大哥挑选了个头饱满的黄蚬子，作为船长，他要为兄弟们煮上一锅，这是东港渔船上的惯例，用打捞的海水直接清洗，不用加水就可以直接上火煮，满满的一大锅。那么作为丹东人的骄傲，如此新鲜透肥的黄蚬子，在海鲜大会上你们打算怎么吃呢？哎，海鲜大会哈，咱们吃烧烤啊，怎么样？烤海鲜，烤海鲜。今天我给大家烤蚬子，来，海鲜大会爆烤蚬子，特点味儿鲜，操作简便，美味指数4颗星。很简单，什么东西、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，直接烤。要什么情况下它熟了呢？这跟张嘴闭嘴有关系吗？这个啊，哎，有关系，答对了。啊，你来，其实你说说，等它。真正张开嘴的时候，差不多就熟了。真的不能烤太长的时间，它那个汁水特别特别的可贵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它的嘴张开了，就告诉你，你的嘴也现在可以张开，可以吃它了。对，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，如果烤完了以后它还是闭嘴的，那就真的不能吃，说明不新鲜，不新鲜了。对对对，杜掌门独家秘制的烤黄蚬子，先给大家开开胃，稍后看夏大厨精彩演绎海鲜大餐，一船海鲜荣耀登场。口它的汤汁，然后再吃它那个肉，哇！哎呀，这汤啊，烫不烫？烫不烫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嗯，哎，烫吧！鲜不鲜？味道怎么样？什么都没放啊？什么都没有放？你确定什么都没放吗？什么都没放。确实，它已经有底味了啊！它本来海鲜嘛，在大海就有咸味的，而且确实是。你再尝它的肉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看。非常非常的鲜。怎么样，味道？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先别咽唾沫。哎，别咽唾沫，你快说。还有水果的甜味儿。
烫烫烫啊！嗯，再省一下那个汤汁，哇！天佑，太肥了，还没有吃过这么棒的黄蚬子。我看你刚刚烤的这个蚬子、蛏子什么的都非常简单。简单，我也来，你也可以来，对，一起来，先帮帮我忙，来。刘大厨烤的这个蚬子啊，来来来来，你尝尝，我给你。还有汤汁了，嗯，你这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什么呀？满口都是沙子，我简直是拿生命在吃你做的菜。你看，大金牙硌掉了。你没让他吐沙子呀？还得吐沙子呀？贝类海鲜烹饪之前一定要吐沙子，通常做法是加盐或者香油。今天杜掌门给蚬子吐沙有妙招，他到底往水里加了啥？你看看这个水跟刚才的比，是不是已经浑浊多了？确实了，要这手的水有点脏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找你往里面到底放什么了？你看看底下有什么？哎呦喂，杜云呐，你拿什么坑人呢？这是，你放两个钉子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？没错，我放的神秘物质就是钉子。这种贝类的这种海鲜特别怕这种铁锈味儿，它一闻到这种铁生味儿，它就会吐。哦，所以把铁钉往里面一放，哎，自己就把这个沙子吐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放钉子吐沙子，还真是头回听说呀！看来海鲜大会也是绝活大会呢。美味爆浆的烤蚬子新鲜出炉，赶快品尝！稍后海鲜大餐隆重登场。来，上菜！什么佐料都没有放啊！大海的味道，快尝一尝，这是谁？我天哪！兄弟，你从哪儿弄的勺啊？这是？尝尝，哎呀，黄蚬子肥极了。你看吧，你吃了半天，脂肪很少，不会胖的。关键是它所含的微量元素，像硒和锌都非常的丰富。不是，你拿一碗汤干嘛呀？这是？不是汤，你看。这里面有这个姜丝儿，还有紫苏叶，还有千和酱油，别忘了宝蓝梦千和酱油冠名播出呢。酱油，我从小到大啊，我只吃千和。除了那个千和酱油，还有其他的我的秘制汤料。我跟你说，夏天吃这个驱寒气特别好。小伙子，你也太霸气了，扫描我们二维码啊，告诉你秘制汤料，夏天的这个海鲜汁百搭。来来来来来。你看，这马上就空了，两分钟空了，空了，没吃过瘾啊！这么多还没吃过瘾啊？没有，你们觉得过瘾吗？不过瘾，你看看，还不过瘾呢？为了响应广大观众的号召，拼了！什么了不起？吃第二轮？还有第二轮？海鲜大会嘛！来，第二轮咱们吃这个皮皮虾，哎呦，怎么样？这过瘾吗？你不早说呀你！皮皮虾是吧？就不像黄蚬子那样用肥来形容。那怎么说呢？啊？他会跳舞，皮皮虾还会跳舞。给我拿着，给你拿着，你要干嘛？我走了。我有什么情况？那咱们时尚猎人现在出发。作为一名资深的舞者，下腰对我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。下腰，这也太初级了吧？咱们还是来点武术吧。我弹，我倒，我踢，我打，看我灵活的身体，就知道我的肉质有多么的紧实了吧。我大名是虾姑，小名就多了，皮皮虾、爬虾、虾爬子。而像我这样会跳舞、能下腰、还能翻跟头的皮皮虾，在我们丹东的东港大海里呀，那可多的是呢。我们这个虾爬子这个季节特别肥，活蹦乱跳的，你就放心吃吧。谭家红今年51岁，这是他出海捕捞的第30个年头了。他说，想在汪洋大海里有所收获，首先就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。明天来到旗的时候，就是抓哪一个漂都可以。那他们不会随着海水飘走吗？不能。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太大流，咱这个龙也挺沉，啊，咱龙沉，它等于已经沉到海里了。哎，对。那这就有个问题了，到底在哪儿下这个龙才能抓到更多的这个虾爬子呢？下的比较洼一点的地方，你看那这个水也挺平的，其实这个底下不平。
山东东港的这片海域海水温度低，海底生物拥有更长的生长周期，更高的蛋白质和更紧实的肉质。按照经验，一般要一天一夜后起网才可能有收获。那么经过了一夜的等待，谭大哥的圆笼里捕获了多少猎物呢？师傅好，那咱就拭目以待，来，开始起网。好，来，我帮您一起捞。好，来，哇，活蹦乱跳的啊！哇，这么多！不少，不少，不少。第一个笼就这么多。每天起网的时候最开心的事。别看这皮皮虾呀，看着挺可爱，可正当记者跟谭大哥分享收获的喜悦时，意外就发生了。真的把你手给我割了，你看。哎呦！这应该怎么拿呀，大哥？怎么拿呗？哎，好疼！哎，你先问问我怎么拿呀？那应该怎么拿呀？这拿不对的话，太吓人了，这也。你得这么拿呀，来，蜷着拿。哦，蜷着拿。哎，你这么蜷着拿，他不就捞不着你吗？没事，你像我这么拿。蜷着拿。哎哎。这么拿就没事了。哎，他蹬不着你呢，啊，他挠不着你呢。所以以后皮皮虾一定要这么拿，蜷着拿。再可爱的动物都有自己的防身武器，这是属于海洋的规则。这个季节的皮皮虾呀，一只可以赚2块钱。等待了整整一夜，6个圆笼加起来，差不多捕捞了200多只。您现在，这个小的放了。哎，你为什么扔了它呀？太小了。好不容易捞的，你把它扔了干嘛呀？太小了，放着养大了再捞。咱们当地渔民都这样吗？对呀，你把小的捞了以后，不就没有了吗？渔民的出海时间都是跟随潮汐的变化而每天不同，远海一般出去要8到10天，即便是近海捕捞，每次也要在海上漂足12个小时才能返航回家。而他们在用身体与海洋抗衡的同时，也留下了作为渔民永久的痕迹。明天到边防去办这个船员证的时候，这个边防采集这个指纹的时候都采集不上去了，不清楚模糊，他就手都伸不了太直。真的，这个指纹有一些都模糊了。哦，都模糊，就是每天扒网过的。10几十了都掰不出来。即便是常年的海上劳作，指纹模糊了，手指变形了，但是对于海上的渔民来说，只要想到回家，他们的心就是暖的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没鬼了哈。还行，不累。谭大哥家的晚饭，生腌皮皮虾必不可少。新鲜的皮皮虾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调料进行腌制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吃饭了。来。吃饭了。这个专属的味道，是女人对男人出海的丰盛奖励。也是男人辛苦劳作后最大的回报。自家的感觉多好，媳妇在家等着我，着急，鱼香往家走的时候着急，特别着急。但是这么丰盛的海鲜大餐，如果隔夜就不能吃了，实在可惜。聪明的丹东人将最新鲜的海鲜原料进行深加工，制作成了小鱼团、小虾团，放个10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。此刻皮皮虾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整装待发了，海鲜大会准备接招吧。海鲜大会，美食至尊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啊。欢乐木由千和酱油冠名播出。来，两位大叔准备好了没有？巅峰对决现在开始。海鲜大会，饕餮盛宴，时尚大转盘，史上最华丽的海鲜大餐。夏大厨首次挑战做川菜，一道菜包括皮皮虾、鲍鱼、海螺、蚬子、蛏子、扇贝、带子、螃蟹等10多种海鲜，还有澳洲大龙虾的轻轻助阵，让您一次吃过瘾，豪气冲天。而另一边的郝大厨面对来势汹汹的海鲜大餐，独辟蹊径，见招拆招，不放油的川菜，做一道一滴油没有的川菜，有辣而不见辣。
芥辣味。看好大厨两大招如何绝杀夏大厨，海鲜大会看不停吃不停，跟着我一起踏上这条海鲜之旅。两位大厨首轮较量，夏大厨川菜底料对好大厨无油汤锅。锅里这个是什么呀？放了一点牛油。谁炒菜不用油啊？川味啊，油能吃吗？尤其是这种麻辣味的这个锅底啊，都会用牛油作为这个别着吧，油脂的这个主力。哎，还真是，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增香的效果。是的，然后再加一点菜籽油。我怎么加油加的直心虚呀？加油，加油！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教大家去调制这种海鲜密集的这个锅底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放一些的姜。姜啊，还有是老姜。哎，没错，而且这个姜呢，也在我们这个川味菜里边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就是咱们这个麻辣锅底啊，其实在大方面基本上都是相同的。那就是可以去借鉴超市里边就可以买到的火锅底料。哦，对，这我们经常买到的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用这个火锅底料做一个升级版，用它里的香料味道，再加上我们其余的香辛料的补充，这样的话就在家能够做出味道浓郁的川味火锅底料。太好了，太急需了。对，再加入一些老好的秘制的郫县豆瓣酱。哎呦，你说这么心虚呢？咱买的不行啊，这是问老好那儿拿的。把这个豆瓣酱也是慢火炒，炒出红油，糍粑辣椒。我打的时候因为在家里边咱们量比较小，我稍微的加了一些的红油一起去炒。那你看到这个糍粑辣椒它的加入呢，会让这个汤汁迅速的变得异常的红艳。这糍粑辣椒怎么做的呀？其实糍粑辣椒就是把这个辣椒给它煮透，然后再给它搅碎。老友动动，哎，来闻闻，哎，太香了。我以为要换风，我把上风口让给你，你闻闻呢。好，这个是来自自贡的麻椒，太浓郁了。哎，花椒再来一些，让它麻辣味道浓郁一些，一起慢慢爆煮。哇，熬啊熬，我这有点辣眼睛。再加入醪糟，醪糟，没错。哟，放这么多呢啊！哎，现在醪糟也可以买到现成的了哈。对，我今天用到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超市里可以买到的。哎，就是家常咱们就可以自己做。对，夏大厨旗开得胜，红彤彤的底料挑动味蕾。好大厨，你该如何接招呢？提前已经把皮皮虾都包好了，哎呦，取的全是净肉，就冲这一点怎么样？省得剥壳。什么叫暖男啊？哎呦，哎。刚才趁他不注意，我从他那个海鲜船里弄了俩螃蟹，就喜欢你这样说。没事，我们大方。那这道菜里面，你看我还搭配了韭菜，这韭菜一会儿咱们要榨汁儿。韭菜汁儿的皮皮虾，算了，我还吃我的海鲜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韭菜榨汁儿不让你直接吃吗？防止你牙上沾一粒韭菜啊。咱们把韭菜只需要给它斩碎。减肥的时候顶多喝过那个绿绿的芹菜汁儿，这韭菜汁儿真不敢尝试。我闻你一下吧，哎呦呵，通透，很清香，怎么是通透呢？闻，哇，都顶出来了。韭菜汁刚亮相啊，就备受质疑。接下来这个不放油的汤到底会是啥样子呢？你看啊，通过这个大概十几分钟的煲煮，咱们这螃蟹，对，这里边我刚才还加了一些土蘑，加了一些香菇，用这个菌香和螃蟹的海鲜的味道，完美的结合。那这会儿呢，可以加入一些西红柿哈，小番茄，再通过一个慢火煲煮，让它出这种西红柿的红色。一点点的食盐，白胡椒碎，丝瓜、芹菜要穿烫一下。剩下的几片香菇直接放进去，直接放进去提鲜。哎，韭菜汁儿，哎呦，好好的螃蟹汁儿啊！不是，你这都不听错啊！你这一下进去，我就知道我们赢了。真是啊！我弄了红彤彤的一锅，我们这不是弄了绿汪汪的一锅。哎，红配绿，刚开场双方打成平手，高手过招，胜败就在毫厘之间。海鲜大会教您皮皮虾如何分公母。肚皮上写王字的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母的，母的啊，这是母的。你看，一公一母哈，这俩。接下来，夏大厨海鲜大船正式启动。
一大波海鲜汹涌来袭，煎烤海鲜率先登场，前方高能，满满的大虾烤起来了。放到这个板上面，咱们烧制。虾放什么呢？啤酒。哇，这个啤酒呢，能够增加这个海鲜的香味。过年。哎呦，这叫传说中的醉虾。看到了吗？这个虾是在半煎半蒸的状态下，已经开始逐步变色了，红了。哎，没错，真是红了，醉了，红了。你这喝酒上脸，这个啊，你看啊。因为我们知道蒸汽的温度呢是将近400多度，所以说它的温度其实是比我们的油温甚至还要高，能够快速的让虾烹熟，就是减少烹调时间，把这个虾肉所有的鲜美汤汁完全都给它锁在身体里。虾是什么状态下咱们就可以鉴定它为成熟呢？弯曲了，就是这种状态表明这个虾成熟。啊，好嘞，那看到虾已经成熟了，好，出盘。皮皮虾呢，我们也是经过烤制。喂，我们的主角登场了。对我们食客多不负责任啊！我们那儿一个一个皮皮虾虾壳给您剪掉、剔干净了，您这连刺儿带皮儿全上，我直接喂你得了。不是，你就拿一皮皮虾，然后再从我们家偷点螃蟹壳弄汤你就好了。我们上了17、18种的材料，谁对付啊？就是烤量嘛。那通过这个烤呢，也是一样，让皮皮虾快速成熟。看着这阵势了，晕了吧？我都迷糊了，您都晕了吧？瞬时间，我感觉到自己像船长。船长好。哎，苦涩的沙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带子，这是蛏黄。蛏黄，大蛏子。大蛏，大蛏子。哎呀，观众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个动作啊，因为我们队不放油啊。我们队就一个字儿多，可劲儿造，怎么地吧？这叫任性。对呀，他们那边要逆天了，好好的皮皮虾霍霍了。那霍把韭菜给榨汁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！哎，你看我叔叔表情。哼，哎呦！哎呦！可以看到，现在扇贝里边的这种汤汁全是扇贝本身的那个汤汁，鲜美无比。哼，您刚才还放油了呢，我看见。洞洞频繁吐槽夏大厨放油，就是为了给郝大厨的无油汤锅加分呀。夏大厨这边做海鲜气势如虹，大虾、扇贝、皮皮虾处理完毕，大龙虾、大螃蟹整装待发，距离海鲜大船的成功越来越近，一船的海鲜让您裹足瘾。而另一边的郝大厨不慌不忙玩起了精细活，这个芥辣味到底是个啥？野山椒不能少，那野山椒呢？咱们有两个妙用。第一，一会儿要用到野山椒的肉。第二，这个野山椒的汁儿不能浪费。哦，泡它的这个汁儿，这有味道吗？你可以尝一下。让他尝。我给你拿一勺去。你舔一舔，有味儿吗？水。啊，这么辣。不能每回都这么坑我呀！其实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这个野山椒的水，这么辣呀，它搁我们那个川菜里边讲呢，就叫做什么呀？泡菜水。其实它也是泡菜的一种。那这边呢，稍微加一点点的酱油。您能不这么任性，不这么霍霍吗？这道菜我跟你说，我潜心研究的。原来芥辣味儿借的就是泡野山椒的水，正所谓有辣又不见辣。可郝大厨，您就靠这些小技巧能赢得了夏大厨满船的海鲜吗？真替你捏把汗呀。另一边，夏大厨的大船进入到煮的环节。煮是最能保留食材鲜味的烹饪方式，大船里有1/3的食材靠煮来完成。海鲜大会红红火火的进行，观众席却传来了质疑声。咱们这经常吃海鲜，是不是容易得痛风啊？吃海鲜容易得痛风，海鲜大会如何继续？首先呢，咱先看一下贝类的嘌呤含量有多高。哎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它有316毫克，每100克的食物中，哎，实际上呢，这算相当高的了，这算高的值了。对，哎，我们再看一看蔬菜里边，看看芹菜，我跟你说，
的事儿。嗯，看到了吗？它才有10.3毫克，差那么多啊！每100克，哎，所以在海鲜里含的嘌呤非常的高。嗯，如果是大量的进食的话，那这个嘌呤在体内它是要转变成尿酸，嗯，它可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。哦，已经有痛风的人了，那他应该是少吃。而且呢，刚才咱们是烤的，它呢就应该是什么煮着吃，因为嘌呤能溶于水。一瓶神奇的水解决痛风烦恼。这水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呢就是苏打水。嗯，它是呈碱性的，它可以使我们的尿液呢碱化。哦，这样的话促进尿酸的排出体内。哦，苏打水有这个妙用啊。对，兄弟，你就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悠着点啊。痛风问题被李颖老师轻松化解，海鲜大会精彩继续。接下来看夏大厨大刀阔斧包龙虾，如何3个步骤轻松包下龙虾肉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澳洲龙虾的这个体液先给它排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拿这个龙虾的手一定要注意抓住它的龙头，稍稍的往上提。好，从这个位置看到这个体液放出来以后，这个虾吃起来才会好吃。看到。咱们下一步呢，就是把头和身体接壤的位置轻轻的一剪。不疼，不疼，龙虾不疼，龙虾是冷水动物。哦，好吧，那您这么说，我们它没有那个痛感吗？不会疼，不会疼。哦，这样你说了，我心里好受一点。好，剪开龙虾的这个壳。哇哦！吃这个真是比吃那个小龙虾痛快的多。痛快了吧，这也。把手再贴着这个壳壁，轻轻一捋，非常的容易就能取出完整的龙虾肉来。看到，很容易。哇，完整的取出来了。对，没错。龙虾呢，在西式料理里边一般都会拿清蒸的方式，对啊，它才能把这个龙虾的本味保留住。有的时候经常就吃刺身了，好像是吧。天热的时候真是别多吃生的。嗯，寒凉时不要太多吃。嗯，好，把龙虾放到锅里边，咱们大火蒸5分钟。看到我们这个麻辣底料其实已经炒好了，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调汤。咱们在家里边也可以去先调出这么一个汤底来，特意为这条船搭了一口锅。我这以为您卫星电视那接收器呢。浓郁的酱料香味儿，我熬啊熬啊，我熬白了头啊我。夏大厨料理海鲜，一招一式，气势磅礴，麻辣锅底尽显川味本色。而这位精雕细琢的和黄瓜较上了劲儿。皮皮虾做了一个深加工，这样咱们吃的时候是什么？有荤有素。哎，嗯，李颖老师有荤有素，不放油。哎呀妈呀，这3个字震惊以外又来了4个字震惊是吧？哎，这个挺好玩，像一个腰带一样。对啊。哇，好薄哎。这个你也能做到？你真高抬我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就动动都能做到。不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是底线是吧？绝不可能，绝对行。怎么做的？你看一下。怎么弄的？我看看。先把刮皮刀刃进去，然后顺着它的劲儿往后拉。哎。你看，它也很容易控制。对，在我们这儿常见是吧？黄瓜都能给你玩出新花样来。哇，我也可以小时候的大厨一样的。嗯，朋友说我是刀削的。怎么样，这个这方法，懒人方法，太棒了。这个黄瓜随便一搭，它就可以拼出一朵好看的花型来。那你这个凉菜就上档次了。那是，这不是啪啪一拍吗？对，就不是拍黄瓜了。嗯，好大厨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呀。火烧眉毛了，还在这玩匠人精神呢。另一边，夏大厨的海鲜大船距离最后完成还差2步，他还会亮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招数？咱们一起接着往下看。就压住这个地方，压住这个钳子，然后钳子啊，对，这个就这个角度就可以。没错没错，往上轻轻一拉，哎，你看起来了。游戏、就是这个，哇，真的，把它砍开。那螃蟹好吃，不是说什么地儿都能吃的。那像这个鳃的位置，并不能吃，一定要去干净。没错。那随手把这个螃蟹壳轻轻敲击一下。这是便于吃，便于入味儿。你说我们这贴心不贴心呀？就是啊。这要硌了牙怎么办呀？这要扎了嘴怎么办呀？这就是我提醒你们皮皮虾之后你们做出的改变。
接下来所有海鲜列队登船，等待最后的完成。烤皮皮虾、大扇贝、蒸带子、蒸黄、蒸海螺、大龙虾、还有黄蚬子、鲍鱼，还有一道菜就是关东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还不是关东煮，我们这个叫团子，叫鱼团。而且这个是即食的哦，咱们这位大哥是不是能给大家送送啊？小鱼团不错吧？是不是？这个团里边有实实在在的海鲜肉在里面。电视机前的您别着急，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特别好吃的我们丹东的小鱼团、小虾团免费送到您家，还包邮哦，亲。看看我们这边的龙虾，嘿。这个汁儿可是很鲜美啊，这皮肤白嫩白嫩，汁儿直接淋在这个海鲜上面，起出来一片一片的鲜滑的龙虾肉。哎呀，真是徒弟尝尝为师的这个。哎呀，师傅您看这，他们这是蘸点蘸点这个汁儿，同样都是徒弟，你看看这待遇。替我是吧？怎么样，味道？我着良心说话。良心在哪儿呢？都找不着良心了。夏大厨啊，你看，虽然很少做川菜，一做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那是。哇，太甜美了。哎呦，狠呐！这道菜太狠了。哦，最后还把那个龙虾复原哈。穿衣戴帽。哎呀，这咱这道菜霸气。巅峰时刻，画龙点睛，海鲜大船即将迎来最关键的一步——交织，成功与否在此一举。而另一边，好大厨能否四两拨千斤，用无油川菜战胜大船，咱们拭目以待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动动尝一下。辣啊！哦。说一下，刚才他的师傅特别淡定地看着他，喝完以后，然后说：“辣啊！”你不早说，这什么辣椒啊？师傅，你给我这辣鲜露。好，这会儿所有的食材经过一个简单的汆烫，把它垫在盘底，可以看看这个食材颜色，非常鲜艳。所有的皮皮虾咱们已经处理好了。只需要简单的烫煮一下，让它回一下温，因为这皮皮虾是已经蒸熟的，加上一些藤椒，放在中间，出汤，真的是一滴油没有吧？哎，还真是啊，大功告成。装汁儿了，那得使舀子。送你，哎呦，这得是剪彩一样。哎呦，掌声放出来！掌声啊，同志们，快看呐！哇，太过瘾了，受不了了。接着舀，所有都大号的。好，最后呢，咱们再撒上这个青红美人椒圈儿。哎呀，这种吃法真的是很过瘾，太过瘾了！这个一会儿让他一人上菜啊，我特别的过瘾。撒上香浓的芝麻。豆豆，准备好叛变了吗？咱这是准备好了吗？在关键时刻要动摇我的那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谁能抵挡得住？受不了了，起航喽！两道大菜顺利完成，红配绿精彩一台戏。好大厨酸辣口味虾，虾取精肉用黄瓜包裹，螃蟹煮汤，汤中放西红柿、香菇、丝瓜、芹菜，泡野山椒水入汤调味儿。最具创意的川菜，不放一滴油，不用辣椒。
夏大厨海味麻辣诱惑，整船的海鲜鲜爽麻辣，煎烤蒸煮各种烹饪方式一一上阵，时尚大转盘，史上最庞大最华丽的海鲜大菜隆重登场，上菜喽！菜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吗？宝儿真好看的啊！有吗？赶紧快！这还皮皮虾呢啊！哎呀，被人遗忘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已经没了。东东，你看啊，是吗？谁悄悄都给你吃了？看看到底是有识货的。两道大菜品尝完毕，李英老师觉得夏大厨胜在气势，郝大厨赢在营养，这可难坏了现场观众。究竟是夏大厨众望所归，还是郝大厨成功逆袭？咱们拭目以待。不，还真不一定。没悬念。还真不一定。我们肯定赢。哦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什么意思？哎，白痴！对呀，太尖酸了，有品位呀！我花了多少钱呢？我们今天的时尚大厨就是郝振江大厨。来，郝大厨。祝贺！打赢了我们那么大的盘子。酸辣口味虾，虾去净肉，用黄瓜包裹，螃蟹煮汤，汤中放西红柿、香菇、丝瓜、芹菜，泡野山椒水入汤调味，皮皮虾放入汤中。海味麻辣诱惑，皮皮虾、大虾、扇贝煎烤，鲍鱼、海螺、蚬子、螃蟹水煮，大龙虾带子蒸熟，重庆火锅底料加上糍粑辣椒、麻椒、醪糟炒熟，浇汁儿完成。搜寻天下好食材，打拼美味私房菜。没错，要把最地道的、最健康的美食奉献给电视机前的各位。那同样，我们的约会还在继续，下周日的21:17锁定 CCTV7，我们和您不见不散。